还有6分钟开奖啊，一张饭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参与的人不是很多啊，中奖概率还可以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全军出击，我们假装是往前走，但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查眼，知道吧？这波呀，这波是一波虚晃。谢谢守望帮我打，还有6分钟开奖啊！我的副眼看到了。哎，这波假装好像是去帮队友打野去了，其实我们是过来收哈子的红来了，哈哈哈。小伙子留了个扣，我没想到啊，但我们耗了他一波血，也算给我们家打野创造了点优势，也还可以。还剩5分钟了啊，现在有20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呀，这波没打着，挺伤的，其实蛮伤的。点推线啊，玩寒冰一定得推线，你不推线，别人推线，把你压在塔下，你 ADC 就得补刀，知道吧？你就没办法了。走位，别看你俩二了，没有用。我不怕 ，A W 点点点点。W， 你这个 Q 撇的是真歪呀，兄弟，真不是我说呀。来放个鸟，看看这蛤子去哪了。F 六他没打，你这车不补是吧？好，蛤子在上路，那我们就随便压。点 ADC， 再点，走位，再点，点，再点。你闪现 A 他呀！你不啊？你没有爆头，那算了吧。我就想问问对面的 ADC 啊，就谁给你的勇气，能不能这么装杯？你说你搁这塔下干啥呢？跟我过年是不是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今天挺忙啊。我补了这，你不补我补，行吗？趁着回家最后一波 W， 收两个兵儿，回家吧呢。如果我们想压制能力再高一点的话，那么这把可以先出一个死刑宣告，先不用帝国指令，我们先来个死刑这把啊，我们压制能力再强一点。跟女警打，先出个死刑其实是可以的。一来加我们的攻击力，二来我们正好没带点盐，对面加血还没有用。不出女神令吗？不用出，出帝国指令呢，寒冰不缺蓝。前面好可能缺一点，后边就不缺了。跟我点，跟我点，跟我点，跟我，跟我点，对不起，快跑，兄弟，走呗，没事，他打我，他就打不死，你怎么死了呢？这我有点不解啊，这算了吧，你死了，我操 ！A 死他小兵，漂亮，这波不亏。
来一个三速海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500块的抽奖了啊，还有一分钟了，最后一分钟了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记忆可不只是一和零。谢谢 MG 大哥大，感谢可乐多加糖。打到了，可以。感谢阿远姑娘，抽他！我让你最后憋一箱，憋死你！打不了一下，点点点，走位！我们打 ADC 啊，好夹。不行，不能上了啊！这波有减速了，给你个 W 了。我们都没被勾，这女警无限让人勾，确实是不应该啊！帮队友开个视野，谢谢阿远姑娘，谢谢孙悟空、蓝莲汉，还有7秒钟、6秒钟、5秒钟。我点你一下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啊！你再勾来，你再勾。谢谢，那就这样吧，再见，给你了。那就这样吧。推呀、啊，别怕呀、啊。他俩还没活呢，再推一波。OK， 那我再攒个10块，好吧？那我再攒点钱，够了，20够了啊！这不行，这再得 A 他一下。回家了，这回回家吧，兄弟。这样出啊，先来一个燃烧宝石，加点技能极速。那个的加法强就是没啥用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还能加点血量。那个蛤子是不是在那打红的？还可以。我们设着 AD 啊，先杀锤石设 AD。这个 ADC 看起来比较嚣张啊，比较狂妄，吓得来了。插个眼儿给他，女警真会抠，我没想收，我就想 W 一下。怎么个事儿？我们直接回家啊！啊，人有点多啊！这双
着浇的吧，白浇了，挺难受。说实话，这波挺难受，这波，哎呀，是相当难受了，这是有点相当难受了。这人来的他有点多，我们上当了。这波队友啊，哎呀，对面的中单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死了。这亚索怎么回事？这亚索呀、yeah, 这怎么回事？谁死了？我这双刀不交好了。人嘛，这总是求生欲嘛，就是会有点强烈。你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不走呢？这还你还跟我点，还跟我点，小伙子，你不赶紧走赶紧跑，你还回头跟我点，那可饶不了你了啊。把下塔推了，我们 W 一下，女警正好 Q 一下，帝国指令850可以够用。你干啥呢？再见哟。这不来人了，亚索呀，来杀亚索，走位走位救啊。女警没有加血，那算了吧，毙了他，死死吧。先来个帝国指令，然后我们再出一个香炉。反抗不是徒劳，而是人性。嗯，你好走位呀、啊！哇，这亚索伤害这么高！不行啊，有小兵，有小兵，有小兵，往后撤。几个人呢？没人了吧？无非就是最多就来个蛤子呗。不就来个蛤子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别往上上啊！这亚索有兵，我们也不起。收兵。把眼钱给你啊！可以中推呀、啊！哎，救一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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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别踢我！兄弟，再见！来不及挥手。亚索一看就有闪现，嗯、就这亚索一瞅就是有闪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想闪现杀我，兄弟，这没办法给你加血了，尽力了。千万别让他得逞啊！
你正好一个平 A 收最后一个车，可以。先来个这个，然后小龙可以拿一下。每一次重启，一个新生无辜的灵魂。我们家狗头人上路发育的还可以，还不错。真正的使命，据我的推断，这应该是去打龙去了啊。不了一下，再打不了一下，你踢得到我，我 A 你，哎，我打不了你 ，A 你 ，A 你，飞你，打不了你，插眼 A 你，给大，打不了你走位，走位，打不了你走位，点。点闪现勾引成功，打不了一手，走位走位走位，我们就在这不动他都打不着，他不知道我搁哪。哎，点死这个 ADC 呀、啊、我天哪，这没点死兄弟，你跟我开玩喜呢是不是，这还敢塔下回城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这不上高地了吗，上上上上上上高地，还打不了你，减速打不了你，再打不了你，自己挡吧，这不给你挡了。回家。狗头人被下当了，500块钱。这把谁都能切来，亚索不能切来，亚索杀我们家是很好杀的啊，一定要把技能留给亚索。上去帮队友守波塔，女警下去收兵，应该不用我们。狗头人没带传送，飞一个鸟，看看人搁哪呢？走位，点，走位，走位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打不了茶眼，再点，给大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这中路不要了，真是的这。怎么回事啊这？怎么就杀得好了呢？亏死你！哎，亏死你！我一个人头300块换你家一个高地，亏死你！下波我还烧，我烧死你！我打人也不疼啊，我这是辅助装，我要不出辅助装出 AD 装他早就死了。我还插个眼 W 你 A 点你点你点你 W 你
重，打破这飞鸟变局，右边来点打破妞，再点打大龙，阿俩打也行。让这大龙打我们啊，我们这没啥攻击力，让他打吧。小龙可以要，我先回趟家。来个夜印之风，哎，这把出个夜印之风，让对面对我们没想法，知道吧？出个夜印之风，有个护盾，我都没出女妖呢，我还出女妖还更狠，还能加点魔抗。有眼儿，螳螂这也有眼儿吧？冻死，先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撤。老蛤子还蹲我。打不了你，你风墙用不用？再打不了你，减速，减速，点，点，减速，点，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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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啊，队友呢？靠！女警怎么跑上路去了呢？不跟着狗头银往前冲好了，跟着狗头银往前冲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你跟我干他，他没技能，你杀他，他没啊，他一个右瞎。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说你这么多装备的女警，你怕她干嘛？你把上路拆了呀！帝国指令好一些呀，这不帝国指令吗？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抹除我们的记忆，只会确保我们重复之前的错误。放手一搏，把我的头盔弄下来。打不了一手，点中就杀他锤石，杀女警是吧？哎，你让我减速着了啊！哎，投降了。你看那弹幕不有人告诉你了吗？